欢迎收看《宝岛漫步》。这首成功的条件，老去做事业的人啊，较早拢真爱唱啊。这首歌是啊，算鼓励的歌曲吼、哦、啊，唱内底一句足重要的啊。对地基一站一站来拍起，吼、哦！对地基一站一站来拍起，吼、哦！而且哦，就啊，足有啊层次的，啊，足有这个哈鼓励性的安尼啦，哈啊啊！这条歌讲较早人啊足爱唱的，真正啦，啊啊，足多人讲我听啦，啊，直直唱，直直唱安尼哈，啊那直直唱，直直唱，吼、哦！啊，大楼直直买。
啊，人大楼直直起，起哦，有两种起，起厝的起，厝起价的起啊。最后较早，较早厝价有当时啊，拢哦起着足紧的安尼啦，大楼嘛起着足紧的安尼，反正吼，你啊唱一首歌，真正人去做事业的人，伊讲吼，这条歌对伊吼，就食鼓励安尼，可能吼，伊嘛较会，敢若较有想要讲吼，赚较侪钱啊，可款啦吼，另外一首歌，就是无同款啦，算啊，这个歌词去唱的哈，算哈啊失意哈啊，但是伊个哈意境啊，真阔啊，形容人的这个不如意哈啊，但是较亲像去描写哈啊，较古代的这个人物。但是现代人哦，嘛是有这种诶，这个规定吼啊。即马我要念这个口评吼啊，大家就随知啊，这首什么歌吼？跑马一生天先生，大千世界冠不尽，天公地道何为凭？两字照过。言难尽，啊！这大家知影这条歌吼，都照过啦哈。啊，这个吼，但是这艺术实在有够好诶，有够好诶，安尼哈。啊，我吼啊，要哦，唱这首歌前啊哈，啊，我来哈啊，先来哈啊，再注解一下安尼啦。哦，跑马一生天先生，每一个人出世吼，拢爱打喷哈，都亲像吼跑马安尼吼，啊，走未定安尼啦哈。啊，你个哈，你个郭台铭嘛同款啦，伊嘛咧写安尼写哈，安尼哦啊，但是哈，拢哦第二就是讲。甲迄个上天啦、上天拢有关系吼、哦，这就说人出世就是安尼吼，大千世界观不尽吼，吼、哦哦、这啊，这大家拢知影啦，这也要去环游吼、哦、世界吼、哦，一千空一夜安尼吼，啊这吼嘛吼一千空一天的嘛吼看未透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啦吼、哦，咱这个一个人吼、哦，对这个世界吼、哦、世间。啊，是一个很渺小的啦，啊，很渺小的，啊，那去问迄个吼，啊，迪拜啊去掠鱼啊，是啥只种那去掠鱼？伊伫大海中哦，伊就知影吼，吼，这是真正外渺小的安尼啦，哈，啊，天公地道何为平？世间上什么算是平准？何为平？平正啊，是讲平啊，平治哈啊，这安尼意思哈、啊、哦，这都吼啊，足歹讲的安尼啊啦吼啊，两字照过言难尽，吼、哦，这意思吼实在有够深的嘞啊，两字照过尔，意思哪有多深的？哦，真深咯、哦，我讲我大家听哦，这两字哦，谢谢哦，嘛是两字尔对嘛哈。哦拜托，妈妈是两字，安尼尔啦吼。啊，太太，安尼嘛是两字，这两字诶，哦，重要拢有东西啊。啊，什么时阵哦，足重要诶啦。啊，譬如讲，那拄着困难的时阵哈，啊，有人帮助。吼、哦，有人帮助啊，都会讲讲吼啊，谢谢吼、哦，啊，这字有重要无？算讲有人帮助哦，这两字尔啦，吼、哦、啊，那拜托人哈，无、啊、人帮助，吼、哦，迄就像说吼，言难尽哦，这含两字都无。啊，我听啊，我唱照过哈、啊，这每一句的歌词哈啊，真正拢真有这个意思，真有意义哦，真正。啊，每一个歌词真正有啊，比文学哈、啊、文学哈、啊、以上的这个境界。
哈、啊，真真正正就是安尼，哈啊，佮继续听我佮讲上去，你就知影这条歌哈啊，真正是吼，唔是干那意境啊、境界啊加悬的啊，吼、啊、有包括吼作词、艺术的哈啊，对这个哈啊世间上各方面的这个分析的这个歌词，诶，歌词哈、啊，来，我们先来听啊，先来听一下，我等下就讲啦，哈、啊，好，照过。一生天生成，来千世界观不尽。天公地道何为凭？两字照过言难尽。照过呀，那浮云，生生注定就卖自焚。
哦，这两句都道尽哈啊，人生书啊啦哈啊，这两句甲咱吼这个人哈啊，伫这个人间吼啊，什么安尼情形哦，拢会使讲吼啊，讲甲吼安尼，真明白噶啦哈啊，论价求品啊，滋味长，迄、那个世态炎凉啊，何为准？哦，啊那这两句吼，我那去想啊，想对迄唐朝去啊啦，先来讲啊，唐朝有《唐诗三百首》嘛，哈，啊《唐诗三百首》内底吼有迄诗句嘛，哈，啊这个大家拢知影吼，啊这个诗仙吼写诗吼，诗仙啊李白。大家拢称呼伊诗仙，伊伫这《唐诗三百首》内底吼，啊写足侪诗句的安尼啦，哈，啊这李白哈，啊伊嘛啊伫这个啊唐朝嘛做过官贵啦，哈，啊但是伊哈官员啦，哈，啊但是哈伊做无两年哈，都啊辞官辞职啦，哈，唔知虾米因素啦，哈，啊总是哈不得志啦，啊未得志啦。哈，论价求品啊，煮啊米汤，迄个世态炎凉哦，何为准？哦，论价求品，哦，伊用李白哦，伊是讲伊的哦，这程度啊，遮悬的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李白啊，哦，这李白哈啊，可能朝廷和伊的这个官品啦，啊，可能伤低啦。哈哈哈，还是我想诶，因为咧车去看哦，啊都看未偌详细，啊这吼、個、啊有朝廷大家拢知影，有一品官、二品官吼、哦，五品、六品、七品吼，安、哦、尼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啊啊，真可能是安尼哦。啊，这个过说落去的歌词是：捧酒干杯啊，是缘分哈、哦、啊，情是注定就大共存哈。啊，人讲哦，夫妻哈、哦、是同修百年哈、哦、啊。啊，这红帽是哈啊，同修百年哈，啊，这浙江船安尼啦，啊，这都哦，讲到这咯，挨唔住啊啦，我嘛唔知啦，啊，这哦，可能这个来请示人，还是搁在研究啦哈，啊，搁啊，搁刷了些歌词啊，山悬啊，水长啊，难自温哈，啊，这个迄、那个富贵为人啊，啊，难为阮。哦啊，这个我这两句吼，这两句卖讲啦，个调过啦，安尼啦。哦，继续说，风下一声那寒鸣，哈、哦，那声那苦啊，将阮共精神。吼、哦，这两句是这么足深的呢，这么真深呢。啊，这两句吼，爱干那去讲啊历史的啦，哈、哦，那三国时代的孔明先生啊啊，诸葛亮，哈、哦、哈，啊这啊经过哈。啊啊，八百年后，吼、哦，咱这个吼、哦、明朝的老嫡分，哈、哦，啊，改伊封为，改伊哈称为，哈、哦，这个啊孔明啊先生是天下第一军师，吼、哦，还、啊、真正啊，写安尼，这都是安尼写的哈，啊，这个孔明大概嘛知影伊哈，哇、啊，呼风唤雨啦，哈、啊，啊，终于。老毕啦哈，啊也六出祁山啦，啊用尽人为啦，啊而且迄个时阵吼，啊伊哦特地知影讲吼，老毕的囝吼啊到啦哈，啊这个哈啊是啊这个扶不起的哈，啊你是讲啊算讲我到哈，啊这个继承大业啦哈，啊所以吼但是啊这个孔明啊出师表已经下哈，急功近利哈。啊，所以已经啊，公布天下啊，啊，然后就唱歌词啊，啊，得唱的安尼，风下一声是那寒鸣，那酸那苦，将阮讲啊情深。天下间，啥人会赢我？孔明呢，啊，这分一千块的名哦，干那伊啦，啊，意思啦，啊，孔明家己安尼啊，可能安尼想啦，啊，这嘛我想的啦，哈，啊，这个啊，我看来换听一首啊，较有气派啊，较有意气风发的这个歌曲，什么歌？天哪，一定是咱的。
讲的代价，这是千古不变的话。人生在世遐呢短，留好命较好留佳话。无论大大细细，就会尊重长辈。那是一个爱的社会，朋友斗阵做伙，咱着用心交陪，才袂来予人看无目底，献出咱的一切，付出咱的心弦，天下一定是咱的。这首歌，你的气会愈旺起来，天下一定是咱的，天下一定是你的，哈哈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这首歌有哈啊旺壮的这个气势，哈啊，所以啊，唱这个歌哦啊，唱得到底，我精神都哦，听得到底嘛，精神都来了哈，啊个来。个另外啊，一首无同款嘞哈哈，人生在世，啥物上苦？我讲啊，我讲，恋爱上苦，无代无志，吼、哦，收马急去，踢到铁棒，佫唔讲对不起哦。我安尼跳咧，哦，为着时间啊，跳安尼唱安尼哈，啊，我哦，这条都恋爱的滋味啊，咱个听看卖好。上甜，若我讲。
爱上甜，轻声细语散步海边，爱先东风搁不惊落雨天。人生在世，什么上苦？我讲了我苦，恋爱上苦，无代无志，想要结婚，打倒天放阁不愿讲，对不起。总听无，看到啊，哈，内面有一句的歌词哈，我感觉都、就是真特别哈。踢到铁板，佫唔讲对不起，啊，这踢到铁板哦，啊，这里、個、吼、有真侪情形啦哈，啊，有诶啦哈，这個、男女之间啦哈，咩有诶这查甫诶，啊，这娶女朋友安尼啦哈，啊，这個、有阵时啊，就假路行安尼啦，啊，目睭吼无规矩啦哈，啊，对别个小姐就是看安尼，因女朋友来讲，啊，你这看啥？伊讲无啦，我都啊，我看煞未使啊，先咯，我就一句话就食力啦，啊，这个哦，踢到铁板诶，女朋友都哦，绝对是哦，气伫心肝内啊，安尼哦，啊，这真侪这个情形啊，这歌词就是安尼啦。但是佫另外一种诶，诶，这个情形吼啊，哦、我要讲互大家听，吼、哦，然后有一句话讲哦，啊，辩论赢都无算赢啦，吼、哦。哦，这有一句话哈，辩论赢都无算赢。吼、哦，我其实这句我是哈，伫一本册内底哈，啊，这重点
重要的一句话哈，啊，我拢会记咧安尼啦哈。先啊讲啊，有人哈啊，这个甲朋友哦在讲话啦哈，啊，拢吼拢认为吼伊较会啦，伊较牛安尼啦，吼安尼吼安尼，看我这个情形，吼啊，就是干啊啊辩论赢的意思安尼啦哈。啊，佮有人吼啊，甲因的头家，甲因的党诶，唔是去讲公司的代志啊，讲听我天下事啊。好，讲社会国家也好，讲什么常识也好，吼、哦，伊拢吼啊，这里吼食人的套路，伊都甲人诶讲话拢讲啊，那甲咱用要比较慢啊，呢，比唔同嘅较慢啊。啊，这哦，常常要安尼，吼，啊，这哦，这咯，啊，这踢到铁棒，伊都唔知影咧，吼、哦，这头家欺负有诶人啦，有诶人无讲大家安尼，有诶人会欺负几摆啦。吼、哦，我话你吼，你安尼常常要讲话拢哦，比我甲咱较牛。所以啊，伊哦无听，伊自己咧无头咯，伊嘛肯定唔知啊。所以啊，啊，即个踢到铁棒啊，甲吼啊，我啊看一本册内底写来讲吼，辩论赢无算赢吼，啊，即啊意思要共款啦哈。后来我啊，我赶紧过来听一首啊有感情的歌《男性的纯情》。看星，谁人好情义？天顶云拢雾青青，花蕊满山遍。情愈深，难分难离，不愿放袂记。最可怜是孤恋去，不知。你黄昏时，我在树边，树影添稀微。鸟食群归巢相啼，见景相惊异。爱拼上一轮花意，等待露水滴。东风冷，阮愿等伊，男性的痴痴。想自己，风微微，青叶叶是，如今袂相见。梦点点，害阮心甜，来找你去。看多面思念等你，纯情变爱。今嘛，咱讲个时间到，咱今日要来介绍咱这个骨碌铁骨拉丝。观众朋友拢是咪拢会记得啦？内底有胶原蛋白，就是在补足咱的骨胶原，还有 D 三，然后它可以加强促进钙质的快速吸收。嗯，这是全方位哦，咱的阿铁全方位。阿是咪阿做呗？咱今日咯，咱今日有哪吼？含你早同款啦，对啊，咱拢未起价啦，对啊，观众朋友的幸福，对啊，安尼两罐3000，对啊，啊，搁送这个
香浓鸡汁的餐包，嗯，嘿，啊，原来一罐爱2400呢，原价一罐爱2400，原价一罐爱2400，两罐都爱4800，今日都唔免遐尼济，今日两罐就是3000，啊，搁上这个香浓鸡汁，观众朋友，你也要把你的身体保养哦好，啊，要让你的骨头搁较健康，嗯，啊，电话赶紧卡，0800-7633-888，电话爱赶紧卡哦，咱的。咱吴医师有讲哦，咱的骨头吼是关系到咱的生命的长寿的问题吼。吴医师每一届来拢有强调，讲咱的骨头铁骨啊生甲一般的骨头离生甲吼有啥物无同款。我即马讲予恁听，恁详细听。迄骨头离生甲吼一斤爱几啊万，啊骨头离生甲内底敢若有四种成分，就是骨板、鹿角、人参、枸杞，爱是补钙。补血补气娘，但是伊无补到胶，啊无没有可以促进吼迄个吸收的成分，因为中医是用熬的方式来提炼，啊就是讲的空的啦。啊，咱的骨头铁骨啊，生是保健食品，唔是药啊哦。所以咱是用萃取的，吼、哦、萃取浓度搁愈高，啊把所有的成分拢萃取的，伫个咱的。这个胶囊内底，啊内底吼有钙啦，有胶啦，佮有 D3，所以是全方位哦，真正是有够赞的啦，嘿，啊佮有啊，包括啊可以促进吸收的 D3，内底拢有哦，这款啊真的是全方位哦，比外靠迄贵三三的迄龟鹿二仙胶啊，佮较厉害，佮较好。对，安怎卖啦？安怎卖啊？听讲一届，安尼今日安尼两罐。3000，啊，搁上这香浓鸡汁餐包，观众朋友电话紧继续卡，0800-7633-888，唔通错过这个好机会。咱吴医师有强调讲吼，咱的骨头就是吼关系到咱生命的长寿安尼，因为你骨头啊无好，你就无法度出去运动，啊无法度出去运动吼，咱的身体就会愈来愈歹，吼啊寿命就会愈来愈无好安尼，安尼知影无？所以咱一定爱把咱的骨头保养，啊保养。用哈，咱就会使去爬山、晒日头啊，吼，迄日头讲吼是上好的营养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一定要把骨头保养。啊，吴医师吼，佫再次的强调讲吼，咱的骨头、铁骨啊，生每一个人拢会使食。他说吼，咱的宝宝吼，伫个妈妈的腹肚内吼，妈妈吃吼含。宝宝拢做伙补钙呢，其实咱的身体吼，确实也缺钙。到暗时吼，哎，困到一半的时阵吼，拢无遐多困落眠。啊，有时嘛旧卡筋。啊，缺钙为什么会失眠呢？因为钙会用帮助咱抑制咱的脑神经，吼，会兴奋，啊，防止咱神经太兴奋出现，吼，会失眠、会多梦的现象安尼。所以讲吼，袂使缺钙哦。不止吼，咱骨头疏松哦，连睡眠都会影响嘞。所以咱一定爱赶紧把咱的骨头保养哦好，安尼对身体睡眠嘛才有帮助安尼吼。赶紧卡电话哦，电话紧卡，0800-7633-888。啊，咱的新同学吼，唔知啊，两罐要等你食看卖，你会感觉讲效果偌好都偌好啦。现在都满线，咱稍等一下哦。哇，即马拢满线，红公公啦，你甲看。啊，吼，客户才袂离啊啦，观众朋友，你啊，怎讲卡袂通的时阵，稍回哦一下，电话阁继续卡哦。即马真正规个拢满线，红公公。啊吼，电话继续卡，这真正是有够好诶。咱这吼真正是萃取诶，比迄种吼，迄个用空诶吼，阁贵啊倍，嘿啊。啊，上重要的就是啊，咱补充了后啊，要怎么把它守住，来保护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就要再补充其他的营养素，来帮助它锁住在里面哦，然后才不会流失，补充进去的东西才不会流失啊。对啊，黄顾问啊，有讲啊，咱的阿铁啊，铁骨生真正非常好，它里面呢、啊、就有胶原蛋白，就可以帮助我们补充骨胶原，安尼啊，较袂疼。对，骨头甲骨头无啊，骨头迄无啊，较袂疼，较袂疼。啊，咱钙吼，伫啊咱骨骼中吼，吼会当敢那迄起大楼同款，敢那装啊，咱的骨头安尼，是安尼，你看，像安尼，是咪？敢那咱的起大楼同款，咱的钙啊，吼像迄起大楼来装啊同款。啊，你骨胶原就是敢那水泥，啊帮助咱吼甲钙质留住，就是迄个水泥，所以咱来维持咱的骨头的健康。除了钙，啊，咱的胶原蛋白嘛袂使减呢，所以爱甲
加起的吼，会钙拢给保住，就是爱补充迄个胶原蛋白。对啊，咱这罐吼骨头剔骨啊生是全方位，内底吼有胶原蛋白啦，有钙啦，吼有骨胶原，有 D 三啦，全部通通包含在里面。啊、你食这罐的等于大行拢补啊，唔免讲另外搁去买 D 三啦，另外搁买钙，通通不用，真正是有够好的物件哦，嘿。所以观众朋友电话紧卡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哦，即马电话拢满线啦、观众朋友你也卡未通吼，小小姐继续甲卡通到你遐哦。两罐三千块，还有送这个香浓鸡汁餐包。对、咱这吼就是早暗食饱吼。吃三粒吼、严重的镜头吼，还酸痛足严重啊！咱就是吼，三顿吃饭饱，吃三粒啊！足侪人吼，拢为着要补充这内底胶原啊，过去拢去用注射啦，足侪人用注射啊，为着要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安尼、啊，咱吼咱的骨头吼，会当安尼磨啊磨久吼，不止会疼。你看安尼，你内底无？来，我用你看，内底无迄个骨胶原吼，安尼磨久磨久是毋会疼？啊，你走路脚头骨是毋拢会安尼会歪起啊会疼？迄就是你的骨胶原蛋白已经流失啦，啊，久来就会疼。啊来买吼，愈来愈老倒灸，因为你会疼，走路就易骨累啊。啊，重点就是吼。你会愈来愈疼，愈来愈疼，会足艰苦的。啊，像足侪人拢会去找医生讲，啊，我的脚头乌吼，啊，疼啊吼，拢会无力，会酸痛安尼，啊，无法度行路，啊，行楼梯的时吼，特别明显的疼、啊，有时阵佫会敢那爱咔咔咔的感觉，啊，遮拢就是吼，爱补充咱的阿 T 的，咱的阿 T 的吼，你后只镜头，咱阿 T 的可以当去做朋友，伊就会甲你吼改善，啊，互你的感觉佫足明显的改善，互你吼用了的笑爱得志。所以观众朋友，电话紧卡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头拄啊嘛，观众朋友卡来分享啊，讲因是大人吼，安尼无力啦，伊食咱的阿弟的了，食了真正赞。啊，伊佫讲吼，迄个素娥姐姐讲伊开刀了，伊出车祸啊，啊为着要恢复较紧，伊嘛甲咱阿弟只伊恢复就足紧的呀。所以吼，观众朋友赶紧卡电话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加你两罐三千。好、哦，阿哥送这个鸡汁营养餐包，电话紧继续卡，唔通错过这个好机会哦。真正有讲有偌赞就偌赞啦，你若可以当去使用，有使用过的人就知影够作赞，唔是干那阿敏去讲赞啦，吼、啊吼，电话紧卡，即马电话都满线，足恐怖的。
难忘的一段情景，深深思慕你啊。高山的樱花长开，犹原像彼时。虽然阮不愿想起昨天的代志，为怎样时常梦见？啊，对啊，这首歌是思念故乡的姑娘，有诶，还阁真怀念，真爱听。哦，啊，即马来啊，唱这首啊，无同款诶。哦，唔是干那无同款俩哈，这首是啊新歌。哦，啊，这个
哦，较早有录录的吼，啊，这个啊无够啊十首歌，所以没有发行啊哈，啊，所以哦，我今日就提来再唱我大家听哈，啊，这不是主打歌啦哈，但是这歌词、哦、有另外的一种意思安尼啦，就是讲男女之间也是讲红毛哈，啊，唔当唱这首的歌词安尼啦，所唱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就是像讲安尼，哈，啊这啊，我若看破要离开你哈，恐惊。你目屎流袂离啦，啊！这啊，这个像这个歌词都哦，啊，那要阁继续吼，啊，都爱改变你自己安尼哦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歌词吼，上好是吼啊啊，唔好啊有安尼的情形啦，哈啊，唔管是哈啊，这女主角的心声，男主角的心声哈啊，这是啊，不一定啦，这是歌词去唱的。但是哈，唔管是男是女啦，哈的心声啊，像这种歌词的。情形吼，啊，就尽量吼，爱用沟通啊，啊，沟通真重要哈啊。这首歌是《只好离开你》哈。目屎都袂离，如果要继续，也爱你愿意。若无，只有改变我自己。但是你的我眼卡里会当写做三首诗，你的解释未变总是有道理。叫我怎样忍耐煞落去？啊啊啊！为着希望会好过日，所以我才选择来离开你。恐惊你目屎都袂离，如果要继续，也爱你愿意。若无，只有改变我自己。但是你的花言巧语会当写做三首诗，你的解释未免总是有道理。叫我怎样忍耐煞落去？啊啊啊！为着希望会好过日，所以我才选择来离开你。口味会当写做三首诗，你的解释未免总是有道理，叫我怎样忍耐煞落去？啊啊啊啊！为着希望会好过日，所以我才选择来离开你啊，离开你。这首嘛是新歌啊，较早要发行无发行的歌哈啊，这歌名叫《当面讲看麦》
哦，啊，这个歌名啊，大家嘛是嘿，向王是讲，这是什么啦？哈，啊，当面讲看卖，我正就是啊，歌名就是安尼啊，这首歌哈、啊，是去讲两个做伙的时阵哈，啊，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哈，啊，较无联络，较无见面啦哈，啊，既然两个人哈，那相爱哈，那有什么误会啦哈，啊，也是讲感情哦，已经哈有较啊淡薄啊，哦，较无啊哈，啊，要分开安尼哈。啊，嘛都爱哈啊，当面哈啊，讲看卖，当面讲个清楚，吼、哦，这些歌词也描写就是哎，那啊互相哈啊，佮有啊，这个机会哈啊，当面啊，讲看卖啊，再佮看安怎安尼哈啊，所以讲啊，你讲这啊对无？吼、哦，这应该是安尼啦哈，那、啊、是两人哦啊，两个人佮讲吼要分开啊，佮见面哦，佮讲袂好势安尼哈，啊都无啊都啊，都佮那个亲像哈。起码啊，要唱的这首歌啦，啊，意思就是安尼啊，当面讲看麦好。自然做阵到现在。感情一向拢袂歹，最近到底为啥代？安怎来的拢无来？准备若未分东西，那着当面讲我知，准讲。嘛着当面讲看卖，点点不讲我哪知。到底咱也一段爱，离开互相的伤害，请你想好才应该。准备那未分东西，嘛着当面讲，我知。曾讲对。嘛着当面讲看卖，嘛着当面讲，我知，总讲对我有误解，嘛着。